一件白色，全场最亮的点。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就是宽松舒服的，然后就是材质特别特别软的衣服。那你一般性的话会花多长时间那个打扮它？我很快，我大概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像看到你的眼睛有点红血，那是因为最近太累了吗？最近飞得太多。那你现在还适应就是现在的全民之后吗？还蛮适应，对，就是每天可能跑的地方多一点，工作忙了一点。那现在粉丝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私下出去的时候，会不会就是遇到一些疯狂粉丝？偶尔会有，不会很多。那如果会遇到那种疯狂粉丝，比如说追击啊，跟着你追车这样子的话，你干脆就不会谈了。我会跟他打招呼，下面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然后就是尽量的有一点私人空间。对。那你现在的一些什么工作计划？有什么工作计划？后面吗？对。后面的工作计划主要还是拍戏，然后后面会接一些其他的，可能主要拍戏，其他的就后面会再电脑会发布出来。现在还不能讲。那你自己本身的话，想要挑战比较多，而且好像说想要演英雄，各种英雄，然后正面人物，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的角色。因为好像你自己本身是有那种游戏的那些功底，那会不会怕如果说到时候跟人家演对手戏的时候，会被打在地上？我下手很有分寸。那好像其实也是演女装女孩那个。站台嘛，然后自己平时的话比较喜欢就是身穿怎样式的打扮。女生就是还是我比较喜欢中性一点的女生嘛，中性一点，然后不要太多的颜色和花色。那在性格方面，女生性格方面吗？女生性格主要是孝顺，在剩下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之间合得来。就是网上面有说，好像要申请进口，删掉你们的进口有权利。这个我不清楚，这个我懂。就是综艺节目也会受到影响。什么？说综艺节目也会受到影响。这个我还没收到通知。所以说是不是假消息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。那好像之前就因为拍摄的时候，就是台词功力不是特别好，需要去一些集训或者是练习。也自己有在练习，自己平时有在做一些台词方面的训练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其他的就后面会在电脑会发布出来。那你之后会有跟谁合作？有现在可以透露？现在还不能讲。那你自己本身的话，想要挑战比较多，而且好像说想要演英雄，各种英雄，然后正面的。还蛮适应的，对，就是每天可能跑的地方多一点，工作忙了一点。那现在粉丝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私下出去的时候，会不会就是遇到一些疯狂粉丝？偶尔会有，不会很多。那如果会遇到那种疯狂粉丝，比如说追击啊，跟着你追车这样子的话，你干脆就不会谈了。我会跟他打招呼，下面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然后就是尽量的有一点私人空间，对，人物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的角色。因为好像你自己本身是有那种游戏的那些功底，那会不会怕如果说到时候跟人家演对手戏的时候，会被打在地上？我下手很有分寸。那好像其实也是给女装女孩那个做站台嘛，然后自己平时的话比较喜欢就是身穿怎样式的打扮。女生就是还是我比较喜欢中性一点的女生嘛，中性一件白色，全场最亮的点。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就是宽松舒服的，然后就是材质特别特别软的衣服。那你一般性的话会花多长时间那个打扮它？我很快，我大概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像看到你的眼睛有点红血，那是因为最近太累了吗？最近飞得太多。所以你现在还适应就是现在全民之后？然后不要太多的颜色和花色。那在性格方面，
修行的方面吗？女生这部分主要就是孝顺，但剩下最大的一点就是，我们这边合得来。上面有说，保定那边说好像要删减镜头，删掉你们的镜头有权利。这个我不清楚，这个综艺节目也用到。